为着要鼓励士大加运动活动筋骨，避免关节炎的发生，进前好比的定频社区透过录机的医生，教导士大要如何使用弹力带基本动作来运动，增加身体血液循环的效果。这届士大嘛发挥创意，将弹力带基本动作结合音乐的方式，让大家除了互相鼓励、行出效果，也当抱着欢喜的心情来运动。台中杯揪着手头顶的弹力带，对着音脉节奏来运动。这是河北定边社区的中杯，最近利用卡斯将弹力带使用方式进一步结合音乐，对着节奏方式增加运动的动力，和大家做伙跳舞，享受无同款的运动方式。定边社区的这弹力带运动哦，是每天的下早时哈。拢有做这个活动吼，啊，结合也伊个音乐曲的迄个韵律吼，啊，咱社区吼，会长会这个时段吼，有这个机会来这个运动吼，啊，伊个筋骨吼会当用吼，啊，增加伊个迄个免疫力吼，啊，因为伊音乐个迄个节奏吼，伊感觉安尼，有啊足轻松，佮足欢喜个安尼。顶个月社区透过陆基的物理治疗师为大家讲解弹力带基本操作，即个简单的几个动作。好中杯在寒冷的冬天，唔免甲户外运动，万一让身体达到柔筋的功效。足好咧哦！老人通动啊，较会行路啊，无得筋一直顶起，袂惊，袂惊心肺有些艰苦，老来就退化。啊，因为阮德明社区办安尼足好咧，来跳金刚操，吼、哦，啊，佮跳诶前气会加前胖，吼、哦，拢有来。来咧运动，安尼。透过趣味运动方式，增加运动的动力外，唔但因学了轻松，嘛教育安尼的方式鼓励大家欢喜来运动。新中华新闻吴义轩、何美采访报道。